我们很感恩，今天是圣诞夜。圣诞夜是多么奇妙的夜晚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。因为这个婴孩，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。恭喜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《天国的子民》。恭喜你。耶稣爱你，耶稣爱我。
Oh.
敬畏你，因为你是配得的。在天上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好吗？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是他自己，他给我们的礼物是平安喜乐，是世上所不能给的，也是世上所不能夺去的。我们有了神，我们就拥有一切。我们有了神，我们就每天能够勇敢快乐地活下去，我们能够勇敢地每天面对明天，因为神爱我们。恭喜你们，你们收到神给你最好的礼物了没有？我收到了，因为平安喜乐就在里面。愿你能够收到神给你他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 Merry Christmas。 请坐请坐，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好吗？感谢神哈，感谢神。